学个艺啊，当一波赛人。全军出击！小月看看吧。嗯，皎月女神，我的女神，你看看那 buff 她打没打？哎呀，我看看吧。好，没打就行啊。那赛恩上哪去了？隐身，兜儿。裂的大地和躯体，兜儿。正在报告。你一个兵也不补，行，今天漏一个兵就算我输了，行不行？咱一个兵还没漏呢吗？一波兵十二个啊，不是一波兵六个，两波兵十二个。走，一个没漏，哎呦我蓝莲汉。飞科也就这补刀了，啊，飞科也就这补刀了，兜，哎，刚才这个不算，因为我们在耗血，兜，闪现，快，好舔，兜，先杀一个啊！咱看看这剑圣能不能搞他一搞。兜，好抠，兜，哎，溜了。回家了，先来个遗失的章节。仇恨值已经拉满了，我们又没打劫，那剑圣来无所谓的，劫我们不碰就可以了，只要劫不杀我就没有关系，下回杀就杀吧，我买个杀漏的。你就十个兵啊，兄弟，来吧，兜，有情况，我现在还有个红 buff， 我折磨死他。还没一着的小兵，剑圣来了，让他来。剑圣没有红，跟这赛恩根本贴不了我身儿，我根本就不会死，没有任何的用。
剑圣随便来，这种平 A 英雄又没有控制，根本抓不死我们。往这草丛里边放个雷，兜好，沉默，不是沉默，变致盲，兜，这个哼，这个大意了啊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大意了，他有鞋，我没鞋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你知道吧？下边他要来啊，我们根本就不怕了啊！下边他再来的话，我们就不怕了。这波来，我们稍微有点大意了啊，大意了。兜兜兜兜兜兜，给你个雷，给你个致盲，他要干啥？他要开车呀！我可吃塔皮了，兜兜，水龙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这学驾照了吗你？兜，他要出啥呀？他要出血印呢？要秒我？妈呀！兜兜，点，放雷，炸！剑圣可能要来了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得小心一点了。兜兜兜。我们吃个塔皮，然后溜了，这波不打了啊！我说停停，啊不打了。哎，假装不打，其实不严。他以为我走了，其实我们没走啊。撇个雷，兜兜，他正好搁这儿，他正好搁这蓄力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嗯嗯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，好生气了。在他脚底下撇个雷，回家了吧？不拆了，我们走了。先来一个蓝烈汉的苦楚。咦，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哎，他竟然在这打峡谷。往这走，往这走。他是个屁，先撇个雷，兜，我杀的剑圣，今天剑圣必须死啊！小莫快跑，兜沉，哎我靠，丢视野，啊西吧，我的天哪，为啥他跑这么快呀、啊、我小莫快跑追不上啊，
可恶，真是可恶。这剑圣双 buff 没拿着，哎呀我天哪，我的小莫快跑怎么没追上呢？这也不行啊，小莫快跑，我操，我两层塔皮没了，谢谢叉 BW。快过来跟我踩雷，赶紧吃他两层塔皮，往他屁股后头放个雷。直接这里隐身啊！我们老规矩，等他蓄力，我们撇个 R 在他脚底下，知道吗？等他蓄力啊，等他出来蓄力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撇个雷，在这等他，他肯定会出来，这人他能上哪去？不敢相信他竟然不拆了。我们继续在这等他啊，等他蓄力来。兜兜兜兜兜兜兜，哟呼！哎呀，小老弟。兵不厌诈，明白明白。是长官。Shut down。Shut down。赶紧吃他塔皮呀！这应该吃不掉了吧？估计。你不把这针眼拆了？对呀，你得拆眼儿啊！你拆眼儿，我就吃塔啊！你拆去吧，我正好吃个一血塔，我走了啊！这不是一血塔啊，中路一血塔已经没了，我们回家啊！我们在这儿放个雷，挡一下赛人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走吧，回家了。你说我要不要出恶魔之拥来个双折磨呢？来一个吧，双折磨。谁高的赖克了？这维恩怎么高的赖克了呢？怎么回事？赶紧去下路啊！这波，首先我们先往这个位置撇个雷，防止劫过来。我们再往这个位置撇过雷，防止对面逃跑。我们再往这个位置撇个雷，防止对面追击。点他，闪现兜兜兜，我来，可以。这多少钱呢？这兜兜兜兜兜，啊！你给我扛一下塔呀！这大树怎么老树盘根吸地这么短呢？先来个折磨。
为了我们在团战之中能更厉害一点啊。嗯，我们还是得来个蜡丝之牙，但是我不一定这件出，我可能下件出。快走快走快走，你快点走，你要能赶紧死。杀人书蜡丝之牙接帽子，如果这杀人书没起来，我们给它换成沙漏啊。我这双折磨加上我的毒，哎呦，我是折磨王啊。先往这儿撇一个，走走走走，撇个雷，等死吧。完了，折磨王死了，人有点多呀。没事，我这有雷，他敢过来，我直接就炸。哎，炸他！这大树怎么跟个鬼一样，一直追呀？天哪，这玩意儿老脆了。哎，好大杀白银！哎呦，这不行啊，少个人呢。哎，我杀个谁呀？大树死了，大树让我杀了，大树挺好啊。我还是得来个蜡丝之牙，没有这个东西，积木的伤害太低了，这积木不行，打个红的。中路没掉啊，我们往中路的这种小草丛里边插点蘑菇啊，然后谁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这都得踩。我们去找着剑圣去。哎，剑圣先把这跳弹打了，撇个雷，先给个致盲，踩雷死。哦，他就是个弟弟，他纯他就是个弟弟，我在他面前我就是他爸爸。先摆个雷，小莫快跑，接打住，呦呦呦呦呦呦，往这儿撇个雷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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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是瞎吗？你不瞎。哎，这威恩呢？打住打住嘚，谁死了？杰呢？文音没死掉啊！快跑！轮子吗？哎，打打打打打！这大树后边就一个人。我们有那啥啊，我们有红 buff 粘住它，往上填，往上填，往上填，油门填，油门填，填好，兜兜兜，撇个雷，哟，怎么办？嗨呀，他就杀我，这个小王八犊子，谁死了？剑圣死了，踩雷踩死了，剑圣，哈哈，剑圣，把这卖了。买个蜡丝之牙，下一件装备出沙漏，操了这劫！哎，去死个人呐！小龙呢？法川呢？法川别着急。哎呀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、哦！不行，我们这双折磨，这个折磨给他卖了，这个其实不厉害，这玩意儿1.2%最大生命值持续4秒，没多少其实。
我就不出这玩意儿了。撇点雷，我他妈家撇个鸡。找剑圣去，看剑圣是不搁这打怪呢？嘚嘚嘚嘚嘚嘚嘚，死了！使劲儿啊你！你怎么不使劲儿呢？往这儿也撇一个，嘚嘚，闪现，撇雷，好舔，往前来，嘚嘚嘚嘚。先杀这个啊，然后撇个雷，等他踩，我们先跑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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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尸体暗行之爪，给我舔他！哎，这雷没踩着，靠！先打个红，整装待发。来，跟我来，咱俩把这大龙打了。能打，我打着大龙老快了。你看我们俩，你们看没看着我们俩打着龙？看见我们打着龙多掉血没有？这龙，这大龙血掉的嗖嗖的，刷刷往下掉。我跟着阿木木打龙，十秒钟不到吧，老快了。再打个蓝，我不需要蓝，给他吧。阿木木这个英雄我玩过，比较缺蓝，给他蓝吧。往这里再插吧。嗯，我看看你啊，能少踩多少个啊？反正我的雷快。就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我还就不出沙漏了，我都不用盯，这把我都不用盯，可以。这车好像不太行啊，这车先摆个蘑菇。再摆个雷，一会儿打起来了再摆个雷。兜兜兜兜，看来我们的沉默啊还是得留给这剑圣。这剑圣啊可是挺恶心的。我的美甲窃魂卷，我得来个秒表了，我还是得来个沙漏啊。能打没有？那劫没打出来。哎，一下哦，可以。轮着吗？好像是有点瞎，我一看。可以。Q 一下。这波盯可盯的不好啊。换了。不盯可能换不了，盯了就得换。那剑圣呢？我们找他去啊！老剑圣，我看看，我看看你有多狠啊！我看看，是不是在这打蛤蟆呢？是长官。抖！把他引到皎月那边，可以啊。那剑圣呢？给我出来！来，剑圣，剑圣呢？抖抖抖，叮，走了吗？抖抖，靠！踩！你大爷的！他居然出了水银！
我没想到这个卑鄙的人真卑鄙呀，真卑鄙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哼！剑圣也在找你，哎呀，真卑鄙！看来我的美甲窃魂卷应该换换东西了。雪球是什么？啊，雪球能卖多少啊？这看看啊，1120块钱加895，哎，正好够一个沙漏钱，得换个沙漏吧。这波这个地方放个雷，这个地方放个雷，这个地方放个雷，兜兜。兜兜兜，小月来杀！哎呦我，轮着吗？可以啊，轮着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最狠毒的事情，哎，就是往敌方基地里边种蘑菇，知道吧？这个地方种一个，这个地方再种一个，这是最狠毒的事情。这个地方再种一个。往对面家里边种，杀大树，啊，我们先跑一走啊，撇个雷来炸。兜闪现，哎，装个杯，往这儿撇个雷，给我雷都给我拆没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呢。往右边走，小傻瓜，撇个雷，炸。兜兜兜，给我把剑圣杀了，哼，个老剑圣，你左我右来，我看他往哪走。兜兜兜兜兜，没有人了，那剑圣都不回来了呢。哎呀，对你杀他，我可不认识。踩雷了他，兄弟。兜兜兜，别啊！把剑圣杀了，这怎么有个剑圣呢？谁嘎子赖上了？先把中亚除了，不要了这玩意儿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个法穿帽。哎呀，可是太恶心了。最后我们把那个双折磨给他换成帽子，就完了。阿木木居然打不过剑圣啊，因为阿木木没有反甲，有反甲就不一样了。这局没了，这局能赢你倒地拉稀，你拉吧，那能不能齁着自己整装待发。俺俩打龙可老快了，
这龙瞬间就没，一瞬间，你怎么把大放了呢？啊？兜，叮，兜，先杀剑圣，对，往前给我追，兜兜，我这不折磨啊？兜，一个小飞镖，咻的一下，往他基地里给他撇一个。兜，我来吧，这五十。还要倒立拉稀，拉吧。